屌你！你十幾廿秒都過咗啦。给哪个尖尖的那个？哎，应该是这只妖怪。给个东西要晓得。给他的话，给个东西。我晓得，晓得他的。给我外地喽，喊一下，是两个。走，好，开始。喂，嗨。按住 NAVI 那个键不要放手 ，NAVI 那个键。啊，对，一直按住 NAVI 那个键不要放。你哈子应该有两个螺丝。应该把那个遮阳板拿过来的。资源板，对啊，有块那个板呢、啊嗯，在哪里啊？那个视频影响不会很大，这里，这里面没事。这是痕迹吗？你们家子进来了？这，这整个嘛，慢慢的，一个分手。翘，你翘，翘不就这样子吗？对，这样你翘就 OK 了。手不要这么多，手这么多不要紧。那总不说，总不能说也手也要给他这么多吧？看不到啊！我要四只手一起。对，那个效果，主要是不能那效果。来，嗯，九。那是一那是一半呀。谁来的根本 OK 了。好来啊。爬不起来。这个爬不能几烧没针。那我走了。你们两个。没问题。拍视频嘅话咧，最好就系坐呢个位。有中咯！你哋坐喺后面，屌好辛苦啊，好难拍。等下俾紧张。三四个插头啊。三个，两个插头，一个天线。看把尾线给你，还是机器？尾线。尾线是把包子的。嗯，来把机器拿着。好的。完成。完成。机器对吧？机器把那个，先把他的机器拿过来，把支架拆下来。取原车支架。我把机器拆了。这个一条初中初中识嘅喺度，问佢三毛板去动工啊？你先啊？系啊，阿三毛有送去动工，我有数据可以动工，做咗啦咩？未，有数据套攞嚟做呢数据啊？呢套咪影好啲咯？吓？呢套影好啲咯？好。我嚟做模板啊嘛，屌嗰只大眾問頭唔到咩？啊，可能嗰啲款太多啦，屌佢唔係咁講嘅，咁啊，咁我幫我出張圖俾你做錯冇？我做錯，屌唔屌佢？媽，好啊，嚟，分支起來，先拿嗰個。张图你就搞掂啦，你呢啲做嘛，你啊，我做閪，做閪都唔搞掂，你做到啊，快啲，我做閪好快，同埋系搞得慢，等阵搞到嘢，乜咁嘅事烦嗰啲嘢。
做好人。一個鐘抽一張咪得，一個鐘抽一張咪得。媽做啲好快，快啦，五分鐘。觀摩啊！你咁你媽做啦，屌你快！你咁閪把炮，你要打過關先得。過關嗰陣時你做啲咩？支架沒有裝反吧，大哥？沒有。看清楚一點，要不然待會又拆下來又麻煩。那時候老是吃吃爺那邊吃飯多，現在唧唧歪歪。爸，这个我帮你说了。谢谢。说错了你的心声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屌毛要欠揍了。哥啊，大哥啊，重点你要拍出来，到时你编辑都好。冇編輯啊！冇啊！你想要到時要乜嘢？屌乜冇乜嘢，要屙尿啊！咁有乜閪都拍出嚟，跟住後期再剪啊！好啊，可以偷雞就偷雞，唔可以偷雞嗰啲，你又記得拍。嗰陣屌佢出佢話要嗰陣時要乜，乜都冇。對對對。哎呀，我那邊是在那裡，六碟的也沒用。嗯，那个你车子上面有没有牙签，老板？一款哦，不是，是不是拼了？你车子上面有没有牙签之类的尖东西？你教我剪，我哪识拼呢？没剪好一些，车子上面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牙签嘛？看过没？牙签没有。好点。那你最好是找一个牙签。知道吧？现在这个情况好容易的了。对，点一下那个 RES 复位小孔。搞哦。他就关机了。搞我识佢，最近就识佢。我不会的，老板，你先这样，好吧？你去找个牙签。您是什么车？前期生理的。您是什么车？您是什么车？都唔想做视频，速腾的是吧？好，你先去找个牙签，找个牙签，然后找到了之后，你到车上，你打我电话，然后我教你，整个把它弄好，好吧？依家四视频又冇，麻烦你了啊！咕咕咕咯，屌！嗯，好好好，真唔想想搞。你妈閪，你好似嗰啲死咕咕嗰啲板咁样，就平时咁做，全部一个冇出嘅，又俾人调出嚟。
号上述六人轮奸与殴打，后在新加坡医院因伤势过重去世，事件引起印度全国各地示威不断。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该国一群商人正在组建一支私家海军力量，开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为商船护航，这是近200年来的首次。私家海军好好学一学，多学两遍。英国国防部门认为，派皇家海军打海盗不但向大海捞针，而且从经济上也很不划算。私家海军经费将主要由相关企业筹集，挂英国旗帜，将比渔船护航的安保力量更有效。首次护航行动将于3月底4月初开始。那媒体报道了特定品牌的奶粉被中国大陆客和留学生扫售一空，转售至中国以后，澳大利亚超市出了新规定，所有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每单交易至中国。2012年，湖南常惠和重庆松关人电女事件令劳教制度备受指责。专家称，劳教机关对采访、闹访、上访人员，特别是对未经劳教决定不涉及的人进行劳教是无法的依据。官方消息，这次着火事件仍处于调查之中，而对于此前提到的问责一事仍无下文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，今天对外公布。根据解释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顽固职守，造成死亡1人以上，或重伤3人以上，或轻伤9人以上，或重伤2人、轻�伤3人以上，或重伤1人、轻伤6人以上的，认定为渎职犯罪。人社部部长尹卫武。